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薄荷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薄荷叶常常会拿来做调味或甚至是配角，但是在 Eric 的料理世界里面，每一个调料每一个食材它都会是主角。现在欢迎今天主厨 Eric。 嗨，你好，我又见到你了。Eric 应该算是我心中的寿司达人哦。我刚才在讲的时候，他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子讲我吗？他很害羞，但不行，因为为什么呢？他每次都可以把这个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食材啊，变得很有滋味。然后呢，看起来觉得好像调料就是这样啊，但每一次吃下去之后，就觉得太厉害了吧？你怎么可以想到这个食材配这个食材会变成这样的味道？哇，今天我也特别期待。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菜名叫什么，好不好？今天是香料薄荷酱，然后水果沙拉。香料薄荷酱水果沙拉，听说这一道菜曾经也是在你的餐厅里面有出现过，对不对？有出现过，对对对。但我有稍微调整一下，让观看的朋友是比较好操作，取得这些食材比较好操作的。所以现在是吃不到的，现在吃不到。哇，我们先从食材开始，好不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我们。酱的部分就是薄荷，然后柠檬汁，然后开心果，开心果、腰果、腰果一起，因为开心果它的绿色可以配合我们薄荷的颜色。好，我很期待今天的这个。然后再来是枫糖，枫糖，枫糖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糖，所以我想要用枫糖。嗯，还有一点点这个胡椎粉，这个我刚才有看，我很好奇这个东西，什么是胡椎粉、啊？胡椎，胡椎，椎 ，n 椎啊 ，n 椎啊，对。N C 有粉啊，它是胡椎直打的粉，就是没有那种香菜那种刺激味道，所以不吃香菜的人他也不会讨厌这个。这个是外面也是买得到的，买到。OK， 那这一道料理买比较难，但是还是买得到，还是买得到。你在那些印度香料专卖店买得到，如果真的家里附近可能不是比较市区买不到的话。你就上网买吧，或是 Eric 的电话在，没有啦，没有，欢迎找他团购。好，然后呢，还有什么？我们今天的食材很简单，对，这就是酱的部分。然后食材部分就是有水果，就是苹果、凤梨，然后小黄瓜、okay. 番茄， okay. 然后还有一些装饰用的薄荷。它虽然是装饰，但是你在吃到每一口，你有单独吃到薄荷跟沙拉的时候，薄荷味道会更。强烈了解，除了寿司的香气之外，你还可以直接吃到薄荷叶。然后水果就看你、嗯，你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水果都可以。OK， 我们就把水果切成丁。OK， 就可以了，就搞定了。对，然后这个我也很熟悉，果干。果干也是随意放。OK， 对，随意放。我今天是准备五花果干跟凤梨果干，那你也可以用葡萄干，嗯，梅果干都可以。OK， 那我们就开始。好，那今天菜非常快，嗯。我们先来做一些，我们现在做酱 ，OK， 就全部丢下去，全部丢进去就好了。开心果跟腰果打碎就对了，水，那配方都会在节目后面，对 对，会让大家知道。Eric 是很不常识，薄荷，通常开店都会想要留一手，让大家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不需要，不需要，需要有爱，每次他做完有多的，我都会拿回家。然后呢？然后朋友就会来。有一次就邀请朋友来，然后呢，我就说：“哎、欸，我有宴客，你可以让我带回去吗？”他说：“好。”他有爱到什么程度？他有爱到我朋友来家里面吃饭，然后我跟朋友说那是我做的，然后朋友都很惊艳：“你怎么做出来啊？”这样子，他就说：“没有关系，你就说是你做的吗？”你朋友会不会看这一集？哎、欸，对哦，原来是 Eric 做的。然后这个柠檬汁。我应该是不会写配方，就是让你自己测试，你喜欢酸一点就加多一点。OK， 然后胡椎粉也是，就是你自己测试一下。好，这可以用新鲜的、不行不行，完全不一样，你下去就这个不一样了。对，哦，这也算是全部放进去打酱就可以了。好，大概打这样，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味道。如果觉得不够酸，或是觉得胡椎的风味不够足的话，我们可以再加。OK。嗯，旁边有闻到一个薄荷的味道，薄荷的很新鲜的味道。再加一点，再差一点，了解。你的表情，其实现在慢慢的，观众朋友们都了解，好不好吃，其实你满不满意，从你的表情就知道了。
全下了，全下了，全下了，酸一点。这个算是温沙拉吗？冷沙拉，冷沙拉。对 ，OK。好了 ，OK， 这就完美了。这盐焗粉可以这样子直接尝尝看吗？可以啊，试试试试看。因为其实感觉吃过盐焗粉，不太知道真的。很香 ，bubble bubble， 你试试看，哎，试试看这个，哎，不喜欢是不可能的吧？很舒服哎、欸，不喜欢是不可能，不可能的吧？很舒服哎、欸，它不会觉得好像薄荷很抢戏耶？对，薄荷变得很温润哎、欸。这个腰果的香气跟薄荷搭在一起的时候，它变成是一点奶油薄荷感。这应该怎么讲？如果冰起来，有点像是薄荷冰淇淋的感受啦。可以，我自己可以这样子形容，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薄荷冰淇淋，然后把它变成这样子慕斯。哎，你好厉害哦！好，那我们现在打完了，先放一边。那我们先来炒这个。今天其实只要开火的是只有要把开心果炒熟而已。对，把它炒出香气，然后把它切碎，等一下会要装饰用。了解。你可以低温用烤的也可以。OK。对，我只是想要让它稍微，因为它已经熟了啦。嗯。然后我只是想要稍微让它有一点点的坚果的香气。了解。我在想问啊，我刚刚想问的是啊，就是你怎么能够想到说这个食材配这个食材能够创造出像这样子的风味啊？就是有时候你会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吃到这些味道的东西嘛、嗯，对不对？那这些味道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你可以记得这些味道，然后你知道这个菜系的一些味型是什么样子，嗯、然后你把它记下来。然后之后你如果要做这一类感觉的风味的话，你可以再加入你自己的想法，或是你有时候闻到这个味道，然后你会再想象薄荷的味道是什么，那我就会把它在脑中套起来看这个味道好不好，这样子。难怪其实在 Eric 的那个社群平台里面，他常常会尝试一些新东西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看他的视频很精彩，因为你会发现一些你以往没吃过的味道。好，那大概好咯。好，把它倒起来，然后把它稍微压碎，然后把它切一切。它切完，它味道就出来了，你有发现吗？对，很香哎。把它压碎，有那个石臼，你也可以用捣的把它捣碎就好了。OK。然后拿一个小盆子给你，够不够？太小了，会不会？够哇！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切水果。好，那这个水果我们切完之后，我们会把它综合在一起。OK。放到缸里面，我们先把酱拌一拌，再来摆盘。OK。现在切凤梨。其实我发现 Eric 的小巧思，朋友们看一下，他 Eric 今天准备的食材哦，凤梨带一点点酸甜，然后番茄带酸，然后苹果带甜，再加上小黄瓜带脆，带多汁，所以它整个其实看似简单，其实我感觉上我知道你那个味觉了，我已经知道这些水果融合起来的味道是什么了，它就是一个很丰富。水分很多汁很 juicy 的一个沙拉，对，然后这个水分很多，所以我们加上那个这个酱是比较稠的哦，然后有一点油脂坚果的油脂的感觉，所以它会让整个风味更厚，厚度会更高一点、嗯嗯、像这道菜就很简单啊，这道菜就是你只要酱煮好，然后你照着我们的 recipe 下去操作完，你要放什么水果其实都没差，对，百搭白搭、啊，所以、啊、所以为什么我会叫你寿司达人？不用害羞了哦，好，你就是我接受。真的很简单呢，很简单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沙拉，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水果甜点，对不对？对对。小黄瓜多了一个水分。然后也比较清爽一点，清爽一点，然后更棒的是，
摆盘也好看，颜色搭配起来。好，大概这样。好，然后钢盆，钢盆。行，那我们就把先把它放到钢盆里面去。OK。那我们番茄稍微切成片，就对切就好了。OK。好，然后我这边会下一点果干拌在里面，但是你不用全下，就是一点点就好了。OK。因为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放在上面装饰。OK。然后我们的灵魂 sauce， 这个 sauce 就是依你喜欢口味加。OK。没有一定要加多少。好，那我就先加两匙，然后把它拌均匀。像在做水果优格沙拉一样。对，我刚刚就说这个，你可以说它是沙拉，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很清爽的甜点来吃，因为我会觉得它很舒服。大概这样子。嗯，这样子，我们就把它盛盘。哇，很香，我闻到了那个凤梨的酸甜，然后一点点薄荷的香气。而且我觉得切丁很可爱，嗯，对，你不会觉得它好像一个水果这么的明显。我们可以稍微来摆一下，好漂亮哦，啊，有一点红，你也不一定要加番茄哦，嗯，然后果干，对，果干稍微撒一下，薄荷，主角没有一个人是配角，没错。这个薄荷其实也很重要。其实在家里面，像我自己在家就会种一些香草类的东西啊，对啊，这个时候就很好用了。然后最后撒上这个，好漂亮哦，又健康。好了，耶！你可以把一个沙拉这样子摆得这么有美感哎，朋友们看一下，这个人太厉害了吧！啊，我忘了留你的份，没关系，我帮你盛起来。哎，这个人除了厉害之外，还很贴心哎。好了，吃看看。嗯，这个奶酱，刚刚的开心果跟腰果的奶酱。把所有的食材全部融在一起了，嗯，它变成是一个很爽口一致性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咀嚼之后，甜味开始出来，咬到了果干，你的层次就是一直在嘴巴里面爆爆爆爆，你知道吗？就如同有人在你嘴巴里面放烟火，你知道那种感觉？过年要吃这道菜，大家如果在家里面早上起来用这个作为早上的第一餐，非常适合。我今天的排程都是为你的三餐做准备，我就是喜欢你每次来都为我做这些事情。学起来，朋友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这个是一个是小茴香籽，嗯 ，N C 粉，嗯，然后红椒粉跟孜然粉。哇，这个四个味道组合在一起，我又很难想象。你要试试看吗？不好吧？可以吧？不好啦，可以吧？不好吧？来一口啦！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Eric， 接下来要教大家什么样的 sauce？ 这次要做的是核桃甜椒酱。核桃甜椒酱，刚刚我们吃到了薄荷。我觉得非常好吃，那个是可以运用在非常多的食材上面。哎，怎么样？这个酱也可以？这个酱也可以吗？这一次的这个酱呢，我会把它抹在酸种面包上，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欧式面包或是吐司也可以。了解。对，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开面三明治的概念。了解。那你如果在家里真的有做到这道菜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拿面包蘸酱就好了，就很好吃了，都好吃了。对，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酸种面包啊，不是外面买的，也是 Eric 自己做的，他真的很厉害。我去学的。而且听说酸种面包不好做，对不对？他这个酸种必须要去养，要养酸种。对。那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它就是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嗯，然后酸种面包比较健康，它比较好消化，嗯，对，因为它的那个酵母是
发酵比较长时间的，胃酸不会那么多啦。对对对对对。OK， 好。然后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这个面包，但是你如果因为有些人确实不喜欢面包酸酸的，那不喜欢你也可以换成欧式面包。你喜欢的面包都可以。对对对，所以这个 sauce 是今天的主体啦。你在家里面备好这个 sauce， 加什么都可以。我看到了一些香料的东西，我觉得我很好奇。这个是一个是小茴香籽，Ansui 粉，然后红椒粉跟孜然粉。哇，这个四个味道组合在一起，我又很难想象哎。我跟你讲，你这样子，这样在你鼻子上面这样弄一下，弄一下，然后就会梦到一些号码啊、数字，就会，你就可以直接签了这样子。哎、欸，印度。马上就到了那种比较印度香料味的感觉，印度风味，印度风味，中东风味，对对对，很特别。好，然后呢，我有看到它的孩子吗？就是酸种面包的孩子，酸种面包，因为酸种面包本身要么长要么圆的嘛。对，但我们只会用中间这个比较好看，那边角料就可以拿来做打进去酱里面。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稠度跟厚度。OK， 对，还有我们等一下炒完之后，我们等一下会用面包粉跟核桃一起炒。Okay, 所以它也会有一点香气，了解，面包的香气，了解。然后我又看到了一个刚刚没有看到的坚果，对不对？核桃，核桃，然后柠檬汁，然后枫糖，然后这个我觉得也很特别。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烤过了，两个红甜椒直接放到200度的烤箱烤了20分钟。这个目的主要是要让红甜椒的皮脱落，哦，我们要把皮剥掉，然后取里面的肉。OK， 好，请你帮我把这个皮给剥掉。好，然后它在剥的同时呢，我就先来炒一些干炒一些面包粉还有核桃，把这些香气炒出来，我们等一下准备就可以打了。好，先把这个核桃下下来，然后这些酸种面包的边角料也往下，然后这边的香料粉类的不要下，就是下茴香籽就好。哦，下茴香籽就好。这个分开下的原因是怕太焦吗？对，因为粉类比较容易糊掉焦掉。OK， 那这茴香籽它是我还没打成粉，所以它比较不会。了解。所以一起把它炒香。哦，你现在才刚炒而已，我已经闻到很香的那种中东香料味了。都干炒就好了，不用下油。我这样子剥可以吗？可以，把它皮剥掉就好了。好，很好，很好操作啊！这个皮很好操作，它就是已经烤软之后，它上面的皮跟那个肉啊，已经算是很脱离了，轻轻捻一下，它就掉了。所以其实不难，这我可以胜任。我之前啊，就是有一个叫做阿泰师傅的，他叫我帮他切丝，切十字花刀，切丁。那你有切到自己吗？那个差一点点啊。不过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哦，有给自己一个进步的空间。我觉得无论是寿司也想学，然后像是阿泰师傅的那种刀工我也想学，希望在幸福食堂可以让我厨艺大增，那你变成演艺界的大厨，演艺界大厨好不好？有这些主厨背书，我说一。其他演艺圈的人怎敢说恶？你说的哦。好了，这样子炒一炒 ，OK， 香气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它倒起来。哎、欸，很香，就是味道会很好。嗯，我身边差不多了。好，感觉好好吃哦，怎麼变很嫩的感觉。怎麼會這樣啊，对啊。好，那我们就可以来打酱。甜椒放下来，好，然后再来是我们刚刚炒好的这些面包粉、核桃、还有小茴香，然后橄榄油，好油，橄榄油也很重要，非常重要，起到一个乳化，然后让它风味更好的作用。破壁机是一定需要水或油嘛，不然打不动嘛，对不对？基本上。还是要一点点。OK， 因为有时候我在家里面用破壁机，我都会觉得，好像味道会很淡，不敢多加，但就会打不动。好，最后面香料全部下去。对，香料全部下去。哎，好，那这样就我们就可以打。这样。
好了，好。好吃，耐人寻味啊，而且又漂亮。我觉得哦，你刚刚用这些比较中东的香料，它的颜色就应该长这样。你也可以用红黄椒一起哦，对，它就会比较橘一点，更金黄色。对对对，了解。你要试试看吗？不好吧？可以吧？不好啦，可以啦，不好吧？来一口啦！我试试看，嗯，很舒服，有一点点甜，为什么？甜是枫糖啊，有加一点点枫糖，对，所以也是很顺口，很温润的，对对对的酱料，不要看起来好像很重口哦，其他很温和哦。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来切蘑菇，蘑菇，对，然后把它切片 ，OK， 你要切块也可以啦，这没有规定一定要，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是把它蘑菇炒一炒，然后用一个简单的调味，搭配这个菇是让它的香气更多，然后有口多的一个口感嘛，对对对 ，OK， 你知道这个蘑菇可以生吃吗？哎，真的吗？要不要试试看？好哎，切一个给你。很薄，这有洗过了，就是、欸、我还不晓得这样子的菇可以生吃啊，可以试看看，嗯，很清甜，对，嗯，你喜欢吗？喜欢，因为有一些在意大利有一些沙拉就会放一些蘑菇，嗯、生蘑菇，嗯，芝麻叶沙拉，嗯，口感是舒服的，好，比炒过很不一样。那我们就来操作这个蘑菇。好，我们现在的火是开大概中大火。中大火，因为这个菇你要让它上色下去之后不容易出水，你一定油温一定要高，不然你如果温度是冷油下去慢慢煮，它就会慢慢热，慢慢热，慢慢热，它水就会很快就跑出来，这个是重点。好，那我们下一点黑胡椒。黑胡椒，这个黑胡椒的量就看你自己哦。嗯，你喜欢怎么样的量就加什么量。盐巴，哇，好香哦。对，这个炒蘑菇真的非常好吃哎。嗯，就是你就算。今天不知道吃什么，就炒个蘑菇就好吃了，就很好吃，真的，而且简单调味就好了。对，简单调味就好了。好，你刚切很多，现在真的会稍微缩小一点哦，所以分量我觉得还算蛮刚好的，两人份。好了，差不多了。好，关火。哦，蘑菇已经炒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煎酸种面包，把它煎到两面金黄。OK。然后我们就直接画一画贴上去，让它都沾染到油。嗯，然后就是稍微中偏点大的火。OK OK， 哇，你知道吗？我在这边，我前面是闻到这个炒香菇的味道，旁边是这个烤酸种面包酸酸的那个麦香味，那个结合起来，唾液不自觉的就会一直分泌，一定很好吃。这样子，哎，很漂亮。对，让它煎的这样子有点金黄。嗯，你的酸种面包里面是不是还有放料啊？有一些葡萄干跟葵花籽这一类的东西。哦，哎，小心，比较健康，很棒，很棒、嗯。可以把它拿起来啦。那组装就是很简单，把这个拿上去。哇，好奢华哦！必须的，太奢华了啦！你要哪一块？我小朋友才做选择。没有这个选，没有这个选项，都要这个选项。蘑菇，很丰盛。对。
你有吃过早午餐这种开面三明治吗？没有哎、欸，就是有一些会有蒜头面包，然后排一排糯米。哦，我有看过，但我自己没有吃过。好，那我们最后摆上这个芽菜，芽菜、就是、一些菜苗。听说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对不对？很好，很健康。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它长成花椰菜，跟它花椰菜苗的时候，花椰菜苗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高的。哦，对，真的 Eric 不手软。来都是用最好的，但当然这个也是比较贵啊。我觉得你这样真的是很棒，我这块就不喜欢了。真的假的啦？真的啦！不要吧！好啦，我帮你切。怎么好意思啊？刚才的那道沙拉跟这个三明治，其实它就是一个早午餐啊。嗯、你把它摆在一起。这个在家里面，无论是你做完之后，无论是给家人吃，或是你自己想要打卡拍照，哎，这个太完美了，你好，好厉害哦！先吃吧，好，先看看。嗯，中东的那种香气的酱，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很重口，但它不是，它是结合了很多蔬菜跟这个刚烤的红椒的酸甜味放在里面。嗯，很温和，加上酸种面包，它那个酸酸最后面咀嚼之后发出来的甜，完美搭配。我 respect 你，我真心 respect 你。Eric 又创造出了一个我没有想过的一个 sauce， 很好用，而且真的很好吃，好不好？再次谢谢 Eric， 真的，你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你每次来我都觉得很惊艳，希望下次 Eric 才可以再带来更多让我惊艳的。sauce 好不好？朋友们，今天真的务必一起学起来。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拜。